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武汉天地啊。听说这边开了一个高端的私房菜，映月成彩。今天我们去品尝品尝，奢侈一把。看看啊，现代主菜。穷啊，这是。欢迎光临映月成彩。啊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还有 LED 大屏的啊。这种高端地方，这颜色都挺暗。你好，这是我们家酒柜，里面有很多知名品牌，中高端都有，还有我们自己酿造的一款红酒，在国际上也获得很多大奖。我看你家这装修还挺高档的啊。是的，我们装修都是以暖色系为主，还有专业的茶艺师为客人泡茶。哦，这我们在这边聚餐就有茶艺师给我们泡茶。对对对。这是啥呀？这个是燕窝吗？这个是燕窝礼盒。哇，在这里边吃饭还可以直接带两张走啊。这是我们独有的阳光房。三面都是透明可以观景的，然后我们的天花板是可以打开的。看看这阳光房，阳光房就这样能把阳光关进来。我们这个餐厅位于武汉天地高端的商业区，那我们是适合高端宴请、商务聚会，然后情侣打卡，就是这个阳光房，每天都会有很多情侣过来打卡的。晚上我们这边夜景是非常美的，星空顶可以看到星空。这里白切羊肉，是猪手冻配我们的秘制辣酱，上面有鱼子。黑醋汁熏银鳕鱼，面是由姜丝油炸而成，脆皮古法焖肉筋，现场炮制的是芝士碎。哦，这芝士直接放上是吧？对，柠檬盐焗罗氏虾。哇，这罗氏虾个这么大！葱油藤椒闽东黄鱼，官府黄焖甲鱼全家福。哇，这里面好多好东西啊！我主料有甲鱼、花椒、辽参，然后辅料有杏鲍菇、鸽蛋、五花肉。异彩冰城，啊，这是我们家私酿的一款红酒，名字就叫映月神采，在别的地方你们喝不到这个。自己还酿红酒，厉害了这个啊，高端高端。蒜泥白切羊肉，加上这个汁儿，还挺 Q 弹的啊，不是猪手就是蹄膀做的，加上这个蒜泥，这属于一道。何必的菜，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是鱼子，不错。他们家的菜做的啊，真的是比较精致啊，是用心做菜的一家店啊。不是虾的个头是挺大的，一入口一股柠檬的清香啊，虾肉非常清甜，脆皮古法焖鹿筋啊，道菜做的像那个春卷一样的啊。看一下啊，这个鹿筋呢，说是养殖的鹿筋啊。鹿筋还挺 Q 弹的，外面还有点芝士的味道。春卷和鹿筋结合，姜醋汁熏银鳕鱼。我们以前吃银鳕鱼都是香煎的，尝尝它这个味道怎么样？甘甜，糖醋味的这种菜啊，很有创意啊。这样一吃的话，显得这个银鳕鱼更细腻，更香甜了。外脆里嫩，油藤椒闽东大黄鱼啊，这藤椒味的。尝尝这个黄鱼啊，哎呀，肉质特别细腻啊，这种黄鱼是真的好吃。以前我们只吃清蒸的，它这又创新了，加上葱油和藤椒，有点微微的辣味儿，而且还特别的鲜嫩。哇，看这甲鱼，海参，说是甲鱼全家福啊，就像海鲜盆菜一样的。嗯，味道果然不一般。海参，海参也是做的比较 Q 弹啊，各种食材都入味了，好食材好味道啊。花椒，嗯，这裙面真的火。这个是不是佛跳墙的升级版？对，这是一家用心做主菜的私房餐厅。以及这个商圈啊，吃这个私房菜感觉怎么样？打破了我对啊楚菜的认知，改良这种菜真的是创新，但是不失啊原有的菜的本味，厉害。